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定来讲到，看人打打免流汗，看人种田免出力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看人食猪肠啊、切切，袂输敢那足简单共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写作打打，讲一字有两个无同的音。读作打的啊打，第一条这是白音。打的意思就是用肩胛头来扛物件，像咱讲打水打火。另外负责任，咱嘛讲打责任，甲头举悬，咱讲是。打头，这款用来扛物件的架势，咱讲扁担；互牛夹伫咧身躯拖犁，或者是载物件的架势，咱讲牛担。家己铺主一个地名，就叫做牛担湾。另外一个白音读作打，代表讲拖犁的意思。卖菜咱讲菜打，卖果子咱讲果子打，还有算打的单位，像讲一担水打打。古早一担就是一百斤，这个文音读作担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。担输赢，这个意思代表讲有勇气去承担代志、承担责任。第二个词读作担大，代表担的担正重。换句话来讲，麦当公司负担真大，责任真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伙。譬如讲，阿明真担输赢，因老爸欠钱走路，伊家己担担担，拼死趁钱来替老爸行孝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作担甲担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作担，负担的担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